可以交给季宏，季宏师兄再交给我。我说我真的很有福报。那报告上面全美接引中生代、慈二代、慈三代，都一步一脚印在做。敬爱的上人啊，弟子季建，可以说因缘殊胜啊，很有福报。北加州的传承呢，从白头发的传承到黑头发的啊，然后平均年龄可以看到马上降了一半啊。那而且新的团队非常的用心，那不但继承了当年阿嬷的精神之外，啊，现在的团队更为坚强啊。那相信啊，在北加州把这样子的一个法脉跟宗门，好好的维护跟发展下去，是令人非常欣慰啊，而且可以看到希望。我觉得真的人生七十才开始，那我还很年轻，所以现在开始要重新学习。真的感恩上人哈，让我们这些年长的慈济人能够重新有学习的机会。我相信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菩萨出来，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期待的。我们慈济要能够永续，要有传承，那就必须要有年轻人来接棒。所以很高兴能够在这个交接的同时，看到了希望。那这就是我们对上人最好的一个承诺，就是我们要把慈济的精神永远的传承下来。各位菩萨看到大家回来很欢喜，我们大家呢都是很精很勤，没想过要把过去的这样 放下，这我是永远放不下，不只是今生啦，还有来世，也一直在准备着来世如何承担。我们真正的都是把缘汇聚在一次，它叫做慈济，大家都也是做慈济，我也是在做慈济。我不做慈济，今天无法跟大家聚会在一起，因为呢，各位也是为了慈济而回来，所以说这样的动能是那样的简单，但是呢，它的缘呐是很深。一定有过去才有现在，我们现在呢是位于未来，住这一景值啊量啊，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慈济人不是只有一时说我做好事就好，他们的好事呢是负起责任的，而且呢不是五年的限制，就是尽一生命，尽生命啦。大家人师父都说我是做到最后一口气，也期待慈济人啦都是呢同样的心愿。不说我已经做这样几年了，我几年到我就放下了，有传承没有放下。我们大家慈济菩萨有传承，但是呢没有放下，还是要一路陪伴哦。这是一路直直陪伴，一代一代直直传承，期待呢慈济啦，我们从这个时代师父弟的您弟的，这都是同一个时代，我们这一个第一个时代的是慈济的创立。不说这是师父的基心的，亲像美国我无法度行到遐，可是呢大家就是这样的因缘当然啦、都要感恩啊，那个因缘的第一念，第一颗种子，第一次的
耕耘，农夫才能耕耘出了这一库的福田。所以美国的福田呐、啊，是早期细谷阿嬷也是苏湖的好地主，也是呢第一粒在迄个所在的经济啦。所以我们呐、啊，总是从那个时代播下了种子的。美国的瓷器福田，总是大家共同耕耘，还要呢联系的一代一代的传承。这嗯，那开较大嘞啦，呀，农夫较多一嘞，去耕耘那一块大地，他都会呢不断的、不断每一去啦。每一年呐、啊，都有福种，福的经济，年年修，年年补，修来呢，修来啦。那除了年年要补的经济以外呢，就是养慧命，心灵的福田。我们用好的经济把它布下去。那这一颗经济你是布上了，可是我们没有继续的去照顾这一颗蚕，也是哈、哦，经济很快就被杂草给安掉去呀。所以讲哦，经济压落去，无法度呢成熟。所以咱大家人是压经济。还在低杂草，低杂草吼，那这个心田唔通会发杂草起来。啊，杂草呢，就是烦恼，烦恼杂心念，这叫做杂草。我们要很单纯的这一粒种子，把它播下去，还要不断持杂草，照顾好我们呢。这一粒种子的，它要发展起来，是很稻穗饱满的，安尼规水规水啦。这种事呢，让大家啦，就如农夫一般的在耕耘这个福田，人间的大福田。上欢喜的呢，我们总是。后面还要有人接，跟我们的同系统呐、啊，愿意安尼落去，上好上好啦，就是家家家家呢，总是要有用这个先团结，家家顺顺呐，都安尼团落去，向外呢。我们还要弘扬、散发，搁再向外弘扬，就亲像咱地瓜收起来，咱要留咧做种以外，咱基业呢，除了吃会饱，还可以卖给别人。同样的道理，所以年年有春呐、啊，年年呢，这粮食都是呢，都是很充足啦，不断的。用普天之下大地耕福田，期待啦！也当用爱啊，尽量呼吁大家人如数五谷杂粮，这都是善的循环呐、啊。要哪讲哦，凑齐话砍伐，迄、那个地来做木细木哦，那安尼就开始危机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只要人人呐、啊、如数，这种供应人口的就会减少，那动物生物的生命就减少杀害它，这呢也是善，而且呢是最大的善化。所以如数啦，是一个
善的最好的内外表达。相信呢，我们慈济人呐、啊，爱的能量呐、啊，除了咱吼，这个祖先为天下做，咱还有医疗，也要顾好，顾好人的健康。我们还有教育，那就是未来的社会人才啦，就是人间的希望。所以讲吼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啦，从现在开始，步步呢都是利益众生，未来呢，无不都时时分秒都是希望。所以呢，这都是慈济人，那来好好爱把握吼。所以讲，做福啦，行善啦，这叫做福慧双修啦。